小朋友画的都好好呀。这家是阿那亚园区里最好吃的冰淇淋。这个冰淇淋呢是低脂低卡，吃起来没有什么负担，小朋友吃起来比较放心。有啊，你这是什么口味的？香草，好吃吗？你尝尝妈妈这个开心果的吗？尝一点，尝一口。哪个好吃？你的好吃啊？那给我尝一下你的吧。妈妈，你想去画画呀？那你吃完冰淇淋带你去好不好？这个画廊叫林 Gallery， 是在阿那亚的67。这个画廊里展出的都是自闭症的小朋友们画的画。哇，这个画好有爱呀、啊！在一起，哇，名字起得也好。这个是适合大朋友的，比较高一点的座椅。这边的桌椅呢，就是比较矮的，适合小一点的小朋友。看，我偶遇了谁？看我做的，这个是你做的？这是个冰淇淋吗？对啊，我做的。哦，我以为是做真的冰淇淋了，原来是这个。我刚开始也以为是真的冰淇淋。哎呀，这是另外一种风格了，你看，咖啡，对吧？